他虽然贵为皇太子，却从小不受他爹的待见，成为皇帝之后，亲妈又让他蒙上更大的心理阴影。这位皇帝是谁？江苏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。上节我们也说了，光绪皇帝当得十分之窝囊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最后一位皇帝呢，比光绪还要悲催。那我都不知道，想不出来还有谁了啊！不仅皇帝当得窝囊，而且还被他亲爹亲妈给坑死了。谁呀？西汉第二位皇帝汉惠帝刘盈。介绍一下，汉惠帝刘盈是汉高祖刘邦的嫡长子，母亲是赫赫有名的吕后。他16岁登基，23岁去世，在位7年。那么汉惠帝刘盈怎么就过得憋屈了呢？他是怎么个憋屈法呢？说来您可能不信啊，他呀从小就不受他爹待见。话说公元前205年4月的一天，刘邦在彭城攻打项羽，就是今天的徐州。不料项羽派出骑兵大破汉军，刘邦被打得屁滚尿流，只能逃跑。结果跑着跑着，半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刘盈，于是他就带着女儿和儿子一起跑。可是谁知道楚军追得太急啊，刘邦车上因为多了两个孩子，跑不快，怎么办呢？停！在这停！你们在村里找间房藏起来，爹会派人来救你们。都说虎毒不食子吧，对不对？刘邦什么人呢？比老虎毒多了。为了逃命，把儿子女儿踢下车。不能带着他们，他们不能跟着我走。当时刘盈多大呢？5岁。5岁啊，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，危难时刻就更需要父母的保护了。可结果呢，刘盈却被他爹给扔半道上了。所以说这皇帝也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的啊，普通人心肠肯定是做不出来这种事儿。那么他的心里边啊，是吧，会怎么样呢？肯定是害怕呀，恐惧啊，还有对于父亲的不舍呀。好在啊，当时赶车的呢是大将夏侯婴。夏侯婴不忍心看着俩孩子就这么被抛弃了，于是一边喊主公万万不可，一边几次停车啊，要把孩子给捡回来。孩子别怕，快跟我走吧哥。刘邦觉得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的话，耽误时间那比带着孩子跑还要多，是吧，还要更慢，这才作罢。那行行行，一起走就一起走。快来，快快点上车，快上车，快呀，快快。您看看，这就是5岁时的刘盈。刘邦一点都不心疼他。为什么不心疼？因为刘盈的母亲吕后啊，当时已经是年老色衰了啊，黄脸婆不得宠了，再加上刘盈性格懦弱，所以就不招刘邦的喜欢。那么刘邦当时喜欢哪个儿子呢？他喜欢刘如意，也就是大美女刘邦当时的宠妻戚夫人的儿子。如意像朕，像朕呢。启禀陛下。父皇，儿臣还没跟你玩够呢。如意乖啊，等父皇回来之后再跟你玩好吗？那么这种区别对待给刘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性格柔弱的刘盈见老爹天天这么不待见自己啊，心中很是失落，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。而他越不自信，他老爹就越不喜欢，以至于中途啊，刘邦都想干脆废掉刘盈，改立刘如意为太子。好在哈，吕后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请高人出面才稳住了太子之位。有人可能要说了，这个刘盈小时候过得不好，当上皇帝之后有了权力，日子应该会好很多吧。您想不到啊，当上皇帝的刘盈啊，日子过得更加凄惨。怎么呢？刚我们说了，刘邦想立刘如意为太子这事儿虽然没办成，可是这个丑吕后一直记着呢。所以自打这场风波过后，吕后一有机会就要虐一虐这个刘如意。比如说电视剧《大风歌》当中啊，就演了这么一幕。你这是带的谁的香囊？啊，母亲，这个是孩儿送给如意弟弟的。说刘盈啊，把自己的香囊送给刘如意去玩，结果被吕后发现了。他当场就让人甩了刘如意几个嘴巴子。来人呢，在，把这个藐视太子、不懂礼数、毫无家教的臭小子，掌嘴50。母亲，掌嘴算是轻的，按照前秦的律令，不分等级胡乱穿戴，就是无视朝廷、无视国法，是要处以异刑的。虽然这事儿我们不知真假，但就凭吕后那般狠的心肠，扇人耳光啊，算轻的了。吕后呢，最想要的是什么？那是刘如意的命啊。果然刘盈刚刚登基，弟弟刘如意就被吕太后给害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主要是刘盈啊，
跟他妈妈不一样，他认为刘如意跟太子风波无关，毕竟当时刘如意才十来岁，没这么多花花肠子，所以呢这个小哥俩啊感情是一直不错的。话说有一天吕后传令让刘如意进宫，一想到可以见到皇帝哥哥了，刘如意当时还挺高兴的，完全不知其中凶险呐。不过刘盈知道他妈妈安的是什么心，加上吕后本来就是啊大权独揽，自己这个小皇帝又说不上话，所以呢为了保护啊感情不错的弟弟吧，这个刘如意进宫之后，刘盈就整天把他带在身边，是同吃同睡，可就这么手把手的带着弟弟还是出事儿了。那天刘盈起得很早，他要出宫打猎，本来是想带着弟弟的，可是看着弟弟睡得正香，不忍心叫醒他。刘盈心想，那就让他继续睡吧，这一时半会儿的应该没什么事儿，自己早点回来不就完了吗？结果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吕后马上派人给他送去酒菜，刘如意吃完之后七窍流血死了。三弟，三弟，三弟，哎呀，来人啊，二哥不好，二哥害了你呀、啊、三弟。对于这件事情刘盈当时什么心情啊，史料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换位思考就不难想象，这位善良的柔弱的少年皇帝心情肯定是非常复杂的。因为是自己的亲妈杀掉了弟弟，所以对弟弟的同情和愧疚是一定有的，对于母亲呢有恐惧也有愤怒。不过此时刘盈依然没有失去希望啊，他觉得人间依然应该是有温情的，直到后来的一件事情终于让善良的内心啊让他是彻底崩溃了。什么事儿呢？那天吕太后让人告诉刘盈说让他去后宫啊观景，给他看个新鲜玩意儿。刘盈听母亲说要给他看一样新鲜东西，很好奇啊，屁颠屁颠的跑过去了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，刘盈被带到了厕所，厕所那么臭烘的地方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可看呢？他走进去定睛一看，眼前的一幕让他觉得既是惊异又恐惧又恶心。因为厕所的地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蠕动，仔细一看是个人啊，被剁去了四肢，挖掉双眼，舌头也被割掉，耳朵也没有了。整个场面那是要多凄惨有多凄惨，要多可怕有多可怕，我都不能再仔细给您描述了啊。那个鹿鼎记里边韦小宝曾经有一个词儿说叫人棍啊，就是这种东西啊，学名叫人质。这就是吕后给刘盈给自己的儿子看的所谓新鲜玩意儿。你说这个母亲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啊，啊让自己亲儿子看这个人质。那么这个人质是谁呢？就是刘邦最喜欢的美人戚夫人，刘如意的母亲。那么刘盈当时看到戚夫人这个样子是什么反应呢？少年皇帝刘盈痛哭失声，当时就崩溃了。你竟然把戚娘娘变成了人质，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母亲竟然这么阴毒。婴儿，你都当了皇帝了还是找不到，母后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权力之争就是你死我活，讲不得任何仁德仁慈。我厌恶权力，厌恶。今后朝政由太后主理吧，我当够了这个玩偶陛下，我不要再当皇帝，我不要当皇帝。您看刘盈这么个皇帝本来就当得跟木偶似的，再加上他爹跟他妈啊都不是善茬啊，哪里还有心思治理朝政啊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刘盈每天只要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一边是戚夫人的模样，人质的样子，一边是弟弟惨死的时候七窍流血。您说天天被这些东西折磨着，他能吃好睡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没几天刘盈的眼睛也没有了神采，两腮呢也塌进去了，走道都开始打晃，后来就开始胡言乱语啊，精神失常。可怜刘盈没过23岁英年早逝。陛下，陛下，听着一声声悲凉的呼喊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呐。皇帝、哎、虽然看起来确实是很威风，可是背后的艰辛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如果说像李宋、刘盈这样倒霉，别说创造什么丰功伟绩了，就连基本的幸福感都找不到。所以看完今天的节目，您是不是更加佩服历史上那些个有作为的明君了呢？那真不是一般人。